快走。我巴路斯正在攻击防线，顶住，给我顶住！快！徐一平，帮我接一平。报告队长，大炮庄遭到了土八路的猛烈进攻，我的兵力空虚，得增援，快快来增援！回去点，带领你的部队给我顶住！啥？被包围了？啊，太君，我也正要给您打电话呢，我们也被八路包围了。是，您放心，我马上带领弟兄们杀开一条血路，过去增援太君。是是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接着睡。三五军，有八路，你进据点，但人在哪里，我都不清楚。营救弹药库，这边的使者。快，我的掩护。为什么？坚守住最后一道防线，野田将的增援部队正在赶来的路上。嗨，中继的抬出来，不需要弹药的快快的。被我猜中了，土八路又在用这些雕虫小技。我们不要上当，不要设计。哎，暂时，暂时，暂时。一、二、三。咋没动静呢？那小伙子学精了。去找个高点狙击鬼子，到时候你帮我吸引注意力啊！你当心点。马上就到，走，他死一个鬼子是吧？啊，走啊，我的那个位置暴露了，打不了了，怎么办？沈凌，找个火把去。好，快！火把来了，把火把给刘旭。刘旭，你准头好，一会儿你把火把扔进去，我看时机再打掉一个。Thank you.
又打掉一个。能把他困在里面，他没吃没喝，过两天没劲儿的时候，咱再攻不是更好？参谋局，十个罐头。补充一下体力。石将军，如果我殉国了，请把我的骨灰送回到我的故乡北海道。参谋局，不要这么悲观。北海道，这个季节的北海道，秋刀鱼一定很鲜美。是啊，一到这个季节，我的妹妹由美子就像妈妈吵吵的要吃秋刀鱼和茶泡饭。那个时候的由美子真的是无忧无虑啊。嫂子，你可回来了。乡亲们呢？一会儿就到了。你们这边情况咋样？哼，不瞒你说，就剩俩鬼子大官了，在里边憋着呢。这就叫小王八掉尿罐，淹不死他，憋死他。石艳丽、鲁云妹，一会咱们出去迎着乡亲们，组织大伙搬粮食。你猫嫂子、柳絮，你们在这看着那俩小鬼子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好。